清雪。你比较后面啊，好了，好吧。哎，要飞来。
掉那一坨云吗？真是体系。山顶就有把云黏住的能力。哎呀，就已经很晴朗了。几点了？对，不止十二点呢，你不觉得吗？现在快一点了。我觉得时间有拉长的倾向。这里不是更好？现在到下午三点为止，都是。怎样？大晴天啊！都写晴天，所以会越来越晴。那我们要不要滑一次就回比拉布？哈？因为比拉布的，好吧，都可以。啊、因为比拉布拍到的角度也不错。好，没关系，就这样。帽子，帽子。可以坐对面哦，你就被太阳烤。喜欢还是不喜欢？不喜欢。我走。我带路，我还是跟你一起挤耶，我也不想跟你挤。我下面的线被拿掉了，对不对？
我如果时间不够长，它转不出来。有点危险，我不应该这样放的。
累吗？有一点。因为我会乱转吗？不是，就是就单纯一点。有在拍吗？啊？有啊，有跟着、啊。我说他哎、欸，他有在拍吗？有、啊。哦，去前面一点看风景。没什么。啊？你要试哦？不要啊！他就在他旁边，然后乱死了，自己吓死还是算了。这很乱啊！而且前面有个叉叉，还是不要好了。这边不是都你要先？是啊。啊？是啊。那你先啊。我走了。我慢慢来哦。可以讲。可以滚下去吗？这边就算怎样子也都很松，是吗？谁知道啊？看起来很颠簸。你想试哦、喔？居然是你说要试，我还好。因为可能比较轻松。拖进去了，拖进去了。很深哦、喔。哎呀、啊！哎、欸，滚滚滚，滚滚不了了。你要进去吗？我不要好了。我的问题是不是一边虽然踩着那边，但是我还是会一直这样滑下去，没有这样牵在它里面这样子在滑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就说我也是啊。哦，你看我，你看我左滑跟右滑哪边侧滑的比较远，你就知道我哪边比较弱。你可以先来看看，我看得出来吗？我看不出来。
关系吧。有一个斜度以后你我是说如果是很陡的它就会开始这样啪撇下来，因为就你干嘛你一直想要滑这个不是吗？板子来拍照吗？你是要拖板子，你比较舒服。对啊，我现在在感觉，我到底为什么穿？到底怎么用？现在是脚抬起来就觉得不穿了，然后到底怎么？哦，你手抱不到，突然害怕，就不想。
所以我想要先拍人大一点。是啊，你好了没啊？还在脚。换姿势，一二三。可以。你说滑完去尿？对啊。好啊。啊，反正要搭缆车，都要拖。哎。办法，我想过，说不定是我板子太紧。
要说只滑一趟就要回家，我不要哦。回去只滑一趟就要回家，我不要哦。因为你看，有时候回去你就会哎哎哎说好累好累要回去了，那不就两点多就回家了吗？好好，你会不会这样？你会不会这样？哎呦，我勾住了。我说你通常就是坐上缆车回去，然后你就会开始哀说你累了，然后回去就只滑回家。那这样不是反而更两点多就收了的感觉？我不要哦。好，今天就难得好天气。
两只前脚踩了会陷，会费力，那后两只脚就踩在前脚踩过的地方。嗯，那学弟走也是啊，一排一排走。阿姨是坐挺挺的啦，爸爸跟奶奶都歪七扭八的。歪七扭八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就靠不住，然后太长了，他们都坐着这样歪七扭八。很好笑。哎呀，今天这个时间也回顾。
这是别人用过，你觉得我们是整个换掉好，还是清洁好？都可以，就是说以他，我们问他说这个这样清的干净吗？如果觉得他觉得哎，臭的，那就那就算了，我们就换新的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如果说他说哎，其实这组还很新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还可以用啊，那就用吧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连我们台北家的地也都下面也都黑黑的、啊，很恶心，超恶心。就是多久就是这样吗？我知道，我买多久，我不记得我买多久。对啊。就是那个东西，我也不知道能怎么洗。但是现在租的那个，就给他那个抗霉剂，就给他喷，就喷就对了，管他的。就是绵羊头啊，今天是绵羊头，就是很坚持的在那里不动了。嗯，没有那个什么北风，小时候那个北风不是什么一吹就怎样怎样，吹不走，把人衣服吹掉啊，然后什么多穿几件什么的，是吗？那故事是这样吗？你可以解释的讲讲看。我不记得啦，我只记得好像就是北风吹，然后他就把另外一个是什么衣服要穿更紧来什么的，但是我也不记得重点是什么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嘞？忘记了，我记性不好。聊少多的钱退来。哦。2124。台湾的、哦。竟然是日本的。也就是说，我当初付的时候不小心刷错、啊，这样也好，没有汇差，所以是日币去日币回，很好啊。而且最好笑的是，一样的价钱啊，嗯、我从21万升级为8万的价钱，省了一笔。差那么多？哪有差很多？人家是王子。哪有？他这个是留寿都哎，度假村呢、欸。我说，那你以后会再带我来吗？那下次就来留寿都看看好了。有没有说，应该那是同一片云吧？我们这边看到云，留寿都应该也看到云吧？一样啊。不是，我们这边看到云啊，留寿都没有吧。如果留寿都只有一个地方的山顶附近看得到，其他地方都看不到。是哦。因为它的雪道的走向。有某一个的山顶，你那时候还跟我说一样，两边一样，看得到啊。不然你看这四个雪场，有几个雪场看得到？花莲看不到啊。他那不，对啊，那留寿都它的山，那个展开的幅度跟这里差不多大，所以只有少数几个雪道。这次滑下去就可以去上厕所了，对不对？你很想？蛮想的、啊。你不想吗？一点点，那你不要去啊，我去。不用去啊，去啊。因为他算脱了鞋子走完近就到了。那如果去下面带走回去的，他又要从厕所出来后又要上板子后又要走好久，我不要，下套就不要。因为这种有风吹的地方，一个动物都没有。就是这一块上面有真有足迹的话，太平了。他这样是暴露自己，他应该要躲在森林里面。不一定啊，如果他是白色保护色的话，我很想要看那个雪狐哦，他们不是会这样弹起来，然后往地里面钻，很可爱。我很怀疑我们会不会看得到，看到猴子就算厉害了。好了，剩两个柱子，这个雪迹。我没有拆掉过。我坐这边，我都可以拆下来。怎么办？好几天都要这边下雪的天。我不喜欢下雪的天滑雪。
满二月啊，不过因为我要上课，就不可能来，好吧？怎样？我说二月就是那个延长，对，活动，然后有这么多用我特价的，你会想要来？不会啊，因为那个来就是要排场，那时候人多是不是？排长一点，你要上课啊。
觉得蓝天很漂亮，之后就没有蓝天了，好惨。要不要？不用了，没关系，有前景的，你记得有零点五。有哎，那下面雪很多。习惯我会在哪里转弯的吗？我不知道。看，我用跟的。是啊。我预测你的，用你的 pose 跟脚的动作预测你要在哪里转，所以就要不我就重复你的轨迹，要不我就重复你的动作。有两种跟法。我再休息20秒。你看，雾掉了。没有，他只是路过。
那边吗？你是说这间？山顶小泡芙，不是小泡芙，那间店怎么叫？草莓蛋糕的。它那个雪是怎样？除雪啦。除雪车，把它看看。你看那块，那真的不是要漏土了吗？你看我们滑下来的，我们从哪里滑下来的吗？我们是从左边的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我们滑错了吗？右边有什么？右边会不会是黑线来的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们从左边来的。哦，你看那会很陡的那个，都是土哦。感觉这样不是很妙。对啊，这样摆着不是。这边其实也有土一样啊，只是我们。你不是一直跟我说那是草，那是草。草的草啊，草的草就跨到这边土。你看这硬到它都这样弄过去还不太会消掉。好、啊，对不起啊，没办法跟好你。我都没有办法跟你画一样的形状，你的圆好圆哦。现在不绵羊头了，刚刚 QQ 的不见了。你人要进去吗？你说什么？
你人要进去吗？月亮被挡住了。对。那再等一下，大概30秒会走，但是他突然就不走。刚忽快忽慢的。没有人哦，环景一个好了。会有我自己的影子哎。嘿嘿，这是为什么？好像你的手套，不是你的腿。好，等月亮。你要环景吗？我脚麻的，我大拇指跟食指是麻的。突然发现麻的。And French fries。好，小孩一定认得这两样东西。嗯。最贵的。他报短体班，结果只有一个人上的话，就是便宜。嗯。哎、欸。什么？哎、欸、什么？我原来怀疑。这边不过我们应该看不到，在这个山的后面是洞。哦。然后，据说了，据说有什么。白白的那片，好像三毛一样。很远，更远，我爸也是白白那一片。啊，那个片的。所以右边是东山，左边可能是西山。然后它的东山，啊、你的月亮有哪一排吗？有啊，现在很久。所以就是东山，你既然看得到过来的雪道，那几条雪道都理论上看得到两顶山。在照片里面，我不知道月亮在哪。帮我拍一下。好，你要回家了，快点啊！快点。现在几点啊？又有人来了。不要不要，你先检查掉，我不要了。你又不用？你也来几张嘛？快点啦，快点啦，拍拍走了。你为什么弄了0.6啊？随便撸的。好。你要怎样？就这样。好。还有嘞。好。哎、欸，等会，还没。反过来，反过来。
这样不好，是你快要摔倒了呀。我是要摔倒了。人算很少哎、欸，我觉得今天这里人特少哎、欸。因为我觉得旅游部那边应该人很少，就是人多，一来六日，二来下大雪，大家都很开心。脚麻麻，我要先走，对不对？很想聊聊。
你还助跑、啊、不是助跑，是顺势，万一他有结冰的话，嗯，是滑就哎，关掉。